环球邮报539会员请特别注意，为了要中，让大家每期几乎都中奖，而且尾数是社长的专长，我们一定要调整方向，机动性的调整。 A 组牌以后就全车也许是一只，以后就是一只尾数或两个尾数，少输为赢。第二组牌也就是尾数碰尾数，第三组牌两只碰两个尾数，两三星。两星签多一点，三星签少一点，你这样才会赚钱。第四组牌一样十字牌，我十字牌已经公开了9次，中8次，你没有一起不中的啦，老兄。我今天公开5只就是中0206，啊，中0206，我吃红方法都已经告诉你的，讲得很清楚。第一组牌中奖吃红600，第二组牌中奖吃红1000，那今天用尾数碰尾数，你就要过吃红1000了，就是6尾7尾。第三组牌也中6尾都7尾，那个呢是2/3星，那个只要过吃红200。第四组牌也是吃红200，10只中2只。到目前为止，我的十字牌还没有中过3星，但是我已经公开了9期中8期。各位，有什么不好赚的？轻轻松松就赚到钱，1000块有会费，有1000块的会费的代价。我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每天都要赚钱，用这个4组牌。有时候这一期不赚，那 AB 呢不赚，但是不是每天都常常有赚的，但是你不会赔钱，按照我这算法组合，这是投资哎，老兄，对不对？你两组牌赚可以弥补两组牌的，你还签2星，我就说过签3200、2100，那边你就少签一点，是不是？第二组牌做尾数碰尾数，6尾碰7尾，各位，你是不是中一炮？1280就中了5300，过1400你还赚3000多，好不好？请各位会员多多配合，明天吃红400块要寄过来。